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啊？在上个星期的《生化洛森度》影片，我们待在便利店里已经有一个晚上了，居然告诉我们他有看见一位博士好像在牛肉厂出现过，于是我们便想个办法去到那里。路途中遇上了很多困难，有一位军士不小心被僵尸咬伤了，结果也变成了僵尸。我们一直想办法寻找车辆，直到在这个停车楼里寻找一辆不需要修理就可以驾驶的车，我们成功地抵达了牛肉厂。进到里面去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要找的博士真的在里面，他要把那位女子给毒死。我们前去阻止他，但被很多枪手给包围了。这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今晚这部影片我们一起来揭晓吧。放下武器。博士，你听到我们在跟你说话吗？放下武器。难道你耳聋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等我把他们干掉了后再把你染颜色吧。你们真的不怕死哎？真的那么大胆还拿着武器对着我？博士，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是为市民服务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你们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你以为我正在做着危害市民的事吗？一看就知道你在做着危害市民的事了，你还想狡辩？哼，跟你再说下去等于就是对牛弹琴，算了，开战吧。惨了，他随时随地就要开枪了。 Oh no， 喂，我的天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哇，快点开枪，开枪，打他们喽，快点喽，枪手好多，真是没有这么容易打。哇，这位军人你很厉害耶，一下子直接把所有这些人全部干到完了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位，等一下，这个让我来，这个让我来。哎呀，就留一个给我嘛，我虽然子弹不多了，但是你也不要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留给我。那位博士跑哪里去了？哦，惨了，那位博士应该是逃跑了。 Oh no， 等一下，我们先想办法把这位女孩子给送开先。哎，这位军人过来呀，过来这边帮忙送开这位女子。好的好的，小姐，你不要乱动，我们现在就把你给放下来就是了。 OK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把这位女子给拯救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等一下，外面很多很多的僵尸耶，有点困难，而且我也不懂到底那博士会有号召多少个枪手要再来打我们呢。哦，小心小心，每一个地点都要瞄准的好。刚才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往这边逃跑出到外面去了，所以呢我觉得前面应该会有一个门可以出到外面去，我希望那个门不要锁起来啊。 Oh my god， 你看这边有很多人，这些鸡肉啊还有牛肉感觉很臭耶。 Oh my god， 好了好了，这差不多就要到外面去了，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人了。 OK， very good， 来观众们一起在影片下方点下你们赞，帮忙我出到外面去，而且让我成功啊，而且要最安全的好不好？我很担心外面有很多很多那些僵尸围绕着我耶。走吧，冲出去了。果然没有僵尸，好棒哦！我忘了，因为前面好像有很多很多辆车就已经挡着了。糟了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要怎么出到外面去呢？如果是这样子爬出外面去的话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哇，可以耶！但是他们好像不会出来的，因为他们比较笨一些，不像我这么的聪明，哈哈。对，建厂后面那边有一个方向可以出到外面去的。哦，是吗？那谢谢你哦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身上没有武器有点太危险了，不如我就给你一把，我就给你这一把吧，这把 M4， OK， 好好利用哦。然后我拿这把手枪，但是这把手枪子弹已经差不多要完了。我这边觉得你们不要再打外面的僵尸了啦，我们借往另一个方向出到外面去就是了，不要浪费子弹了，来跟我过来。前面有一辆红色的车子耶，但是这辆车子应该是引擎已经坏了吧。哎呦惨了，我的天啊，跑到里面去。哇， Oh my god， 这车子坐坏了就糟。哎呀惨了，僵尸， Oh my god， 哇，从这边过来啊，我的天啊， Oh my god， 吓死我了。哇，
危险危险！好了，把这僵尸已经打死了，我相信他们身上会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拿的，我很希望可以拿更加多了，因为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在他身上拿到一些东西的话，我们要怎样做那个修车包？哎呦，哇，我的天啊，又这么多僵尸在跑出来了，惨了惨了！哎呦，这个应该不会爆炸吧？哦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我们不要浪费子弹了。哎，全部人跑，往这边跑，快点！嘿，哇，哦 ，OK， 这辆车可以修吗？应该是可以吧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修车包出来？修车包就给 ，OK， 看到哈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哇，好棒 ，Yes，OK，、okay, 一个修车包出来可以了。哎，我可以做两个，我的天哪！好棒啊，这样子更加好，大家保护我一下啊，我先修理这辆车先，修理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乘坐这辆车子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快快快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大家上车，快快快，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快点 ，Let's go， 哦，我的天啊，哎呦，撞破前面边，哎呀，哦，怎么这样子的，哎呀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，成功了，哇，我差一点以为这辆车子撞到那一个铁之后呢，就马上坏了嘞，我幸好只是卡在那一个地方，哦哟，吓死我了。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必须要回去军事基地那里，对吗？对啊，那里就是唯一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了。嗯，对。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这样驾着一辆车子就回到去，因为太远了，而且现在又要晚上了。哎呦，那要怎么办呢？不如我们去一些地方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我们的吧。帮助我们？怎么说呢？你们现在不是在面临着武器的子弹不够了吗？我相信其他的一些地方应该会有的吧。对啊对啊，这位女士说的没错，我也觉得武器的子弹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好吧，那么我们就直接前往去寻找一些武器的子弹吧。哇，已经晚上了嘞！现在感觉这整条街很安静哦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哦，你们看，观众们，好多僵尸在这一边呢。OK， 我们慢慢走，不要下车就是了。不要下车的话，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在车上吧？有可能是会知道我们在车上了，但是他嗅不到我们的味道嘛，所以就不用担心他会来干扰我们，不会来咬我们这样子咯。现在晚上的时刻是非常危险的，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地方给躲起来先。哎，看到了哦，等下先。咦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为什么把整片铁围起来了？哇，好一个围墙这样子哎！哦，原来这个地方好像有保护层这样子的感觉，很好很好。等下，我们应该可以在这边。哎，看到了哦，前面好像有一辆车子。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，OK， 对不起，我跟僵尸讲对不起。Oh my god！ 来，你们现在赶紧下车，我把武器给你们。现在你们看一下后面有一僵尸哦，快点开枪开枪，快点射射，僵尸在后面。Oh my god！ 我的天啊，好多哦，他们好像听到我们在这边了。我们枪声已经开发了，你知道吗？枪声一射之后呢，那些僵尸就会听到我们的枪声，他们就全部涌过来了。Oh my god！ 快点快点快点，你们全部有办法打？他们全部跑进来了，惨了！快点 ！Oh my god！ 我家有射啊，地上的东西啊！这只僵尸不要就闪了，我在射你的头 ！Oh my god！ 哇，僵尸都会闪子弹了，我的天啊，这真是太离谱了吧，观众们！惨了惨了，不行了，我看我们还是躲进去这个商店里面吧。为你们赶紧快进来，快点 ！Oh my god！ 快点进来，快点进来，全部涌进来了，那些僵尸全部涌进。快点进来 ！Oh my god！ 我的天啊，全部在后面，快点射！啊，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！ 全部跑进来了 ！Oh my god！ 糟糕，这真是太多了！我的天啊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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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了完蛋了！这次，哎呦，全部都是烟哦！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！ 我还是试一点这些食物先啦。别人在打着，我在试那个食物。OK， 对不起，快点全部去死吧！你们这些僵尸 ！Oh my god！ 不要靠近我啊，我很怕。Oh no！ 我这样子用的话，等下我散弹枪就要没有子弹了嘞。Oh no！ 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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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，全部把我们给打死！不要靠近这边。我看好像有点不行了，太多了。我看我只好离开这个地方了。Oh no！ My god！ 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又来了，走开你！哎呀！不要靠近我啊，我的天啊，我想了个办法，如果弄个火瓶出来的话应该可以帮到吧。好，来，火瓶拿出来。哎，火瓶呢？ OK， 好，拿出来了。来，一二三，丢。 OK， 快点闪开，全部人闪开，全部人闪开，快点，不要靠近那个地方，等下你被火烧。 OK， 现在火已经燃烧了，暂时有办法能够停止，不要让那些僵尸涌进来啊。这样子的话总算有一个机会吧。哦，惨了，那个烟好像就烧完了，全部那些僵尸已经超大了，但是问题是还要跑进来。 Oh no， 真的不行啊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，哥啊。 OK，
幸好后面那些帮我说，我其实真的不想开枪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拿着的武器呢，只要他们一开枪了，他们的子弹是完全被玩了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的子弹是会玩的。我的天啊 ，Oh my god！ 惨了惨了，这真的是太多了。我看我们不可以在这一边了，我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，这个地方不可以留了。但是呢，首先我们还是要把那些僵尸身上那些东西全部给拾上来一些，因为他们身上的东西很有可能可以帮到我们，可以制作更加强烈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是那些火瓶之类的，或者是修车包之类的。Oh my god！ 真的太多了，我的天啊，我挡着这个门，不要让他们进来！哇，挡着挡着，全部给我挡着！哎呀，他们好像在咬着我的手，是吗 ？Oh my god！ 走开呀、啊，你们不要咬我的手 ！Oh my god！ 真的是涌进来了！哦，不行啊！好了，终于都已经把他们全部给打倒了。我看我们可以出到外面去啊，把这些僵尸身上的这些重要物品啊，全部给拿到完先。OK， 等下一定可以帮到我们的，快快快快快！那我们要赶紧离开这一边了。哦，差点忘记了，商店里面的食品还没有拿完呢，快点拿，快点拿！哦，快点拿多一点，拿多一点是最好的，快快快！呜呼呼呼 ！Yes， 我的身上已经足够的东西，有办法能够做出这个叫做 Weapon Crit 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呢是很好的，它可以帮忙我们收藏我们现在身上拥有的武器啊。我现在就把全部东西丢进去里面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拿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只拿这一把手枪就好吧。 OK， 全部来跟我过来，快点，现在已经晚上了，有点危险哦，我手枪已经不多子弹罢了，快点快点跟我过来，快。等一下 CK， 你一直叫我们很快很快，到底我们要去哪里啊？你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要去哪里耶。要去哪里啊？我其实也是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耶。现在我们应该要找一个地方给躲起来，就是刚才那个地方有点不是很安全，所以现在已经记得 ，Oh my god， 真的很迟啊！我现在惨了惨了，我们现在要躲到哪里去呢？这边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躲的 ？Oh my god， 惨了惨了，我已经来到一个市区的中间哎，这边是太危险了，如果那些僵尸听到我们的话，一定跑过来咬我们的。这只僵尸身上有一些东西啊，可以 ，Oh my god， 真的好多跑过来，喂，你们赶紧快点过来，我的天啊 ，Oh no！真的是太多了哦！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快点把我们给干掉！快点，全部射头，全部射头，快快快 ！Oh no， 惨了，我枪已经没有子弹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惨了惨了！我看我一个方法就是打他们吧，用枪打他们应该可以的。哦，好多、哦！我的天啊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，全部快你快点过来，我闪！我的天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躲，快点跑过来，跑过来，跑过来！哦，我的天啊，真的太多了！如果我用枪打他们的头，看会怎么样呢？来试看一下，嘿啊，快点！还会昏倒，还会倒地上，再多一次，哎啊 ，OK good， 哎哇，可以打到他死掉了，很好，哇，很棒很棒，再来 ，OK， 来再来，而且爬起来再来 ，OK， 啊，哈哈哈哈，哇，全部可以打昏了，好棒，哦 ，OK OK， 没事没事，还咬不到我，哎呀危险，哎 ，OK， 搞定，全部给我打了。打他头就可以了，哇，好棒啊，哇，我就省了很多很多的子弹哎，哈哈哈。OK，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在这些僵尸身上拿取一些他们身上的物质，因为他们物质很有可能可以帮到我们的，而且我们很需要到。哟，这个还没有死哎，等一下先 ，OK， 再打 ，OK， 应该是死了，应该是死了。我踏你啊、哦，你死了吗？啊、哇 ，OK， 死了，应该是死了。OK， 有啦，成功了啦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做一个修车包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修理车子哦。Yes。哇，我们成功可以修车了，好棒啊 ！Yeah， 走啦，我们可以乘坐这辆车子了 ，Let's go！ 哎 ，Oh my god， 惨了 ，Oh no， 我修错车子了，这个只能够两个人坐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我浪费了一个修车包 ，Oh no， 惨了啦，糟糕了，你们看，我不能够做出一个修车包出来了，又不够了那些物质 ，Oh no， 惨了惨了，我还差一个。我还差三个 metal 哦，我还差三个金属，惨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次完蛋了，我不能够修车了。刚才明明有一个机会的 ，no 啊，都是你们这些僵尸害的啦！哎呀，不管了，现在唯一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要想办法逃出这一边。但是要逃出这一边呢，我们必须要找一辆车子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。Oh my god， 你看一下我前面那些军士，他们还在开枪，在射，在射。Oh my god， 怎么办？这天气越来越暗了嘞。Oh my god， 你看那僵尸全部涌过来了，我要拯救我的这个同伴。哎，兄弟，你还 OK 吗？我看我是不会去打他们头。哎呀，还有这一位。哎呀哈哈哈哈 ，OK， 那边还有，来，哎呀，我不需要开枪，我不需要开枪，来，生子弹就是生子弹，来来，哎呀，还有这一点，站起来，哎呀 ，OK OK OK， 倒地了倒地了，那边还有一只 ，OK， 那个不要理他，就让他射吧 ，OK， 加油加油，快点快点，后面好像又来了嘞 ，Oh my god， 后面又来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他们这些僵尸真是太多，跑过来我身边了 ，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？哦，会跑了这一只，哎呀，救命啊，好像咬到我了，救命 ，Oh my god，OK OK， 我还没事。哎呀，打你啊 ！OK， 他倒地了。哦，我的天啊，
真的是好危险啊！惨了，那位女子呢就被卡在这间屋子里面了，我要去拯救她。哎，小姐，等我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，不要这么快跑出去先，等下我进来这边是来拯救你的，你不要这么怕 ，OK？ 喂，等下先，你们看一下。天气好像差不多变亮了嘞，哇，果然只是早上了，喂，好棒哦！早上的话，那些僵尸会比较弱一点，他们不会这么强，不像刚才那只会跑了。嘿呀，嘿呀，回来，再来，嘿呀，我嘿呀，全部倒地了，再来，嘿呀，我嘿呀，嘿，快呀，嘿呀，哇，我的速掉很快哦，我的天，哎呀 ，OK， 搞定，哇，这次还没倒 ，OK， 这就打了三次了是吗？我好像没有注意到，但是全部都有办法给我打晕了。哇，我这一招真的是可以省很多很多的子弹呢。如果我使用一些长的武器啊，就比如说是突击步枪啊，来打他们的话会比较快晕倒了那些僵尸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不要紧，我们来尝试一下，从我们的这个 weapon crit 这边拿出我们的突击步枪出来。哎呀，我使用锤头来打你啊！我打！哎呀，哇哇 ！OK。哦，晕了，真的晕了。OK， 可以了。来，那个突击步枪在哪里？我拿出来了。哎，准备好了，突击步枪。哇、哦，我们过去找一只僵尸来打晕他。这一只，啊，射他头先。OK， 这个射倒了。还有那一只，来，我看我子弹真的是不多，不可以乱来。来，你们大家全部快点跑过来，不要再打了。OK， Hello， 不要再打了。停下来，别开枪了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边了，快点跑啊，快点过来啊，跟我一起跑，快点跑。我现在暂时没有修车包，所以我不能够修理车子，但是呢我现在拥有一把这个突击步枪，我可以拿来打那些僵尸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打比较好，因为我担心万一我被咬到的话就糟糕了。快点跑过来。咦，你们看，奇怪，怎么那边会有一些红色的烟呢？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？那边是什么？哦，我大概知道了，好像那边是有那，哎呦，我的天！等一下，我听到有那些声音，那些应该是会跑的僵尸来的，我的天 ！Oh my god！ 快点，跑过来一些，靠近一点。我觉得那个红色点那边有烟了，应该是有问题的，有可能是有那些军事在那一边，但是他们是坏的军事来的。不要紧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慢慢过去哈。快点啊，你们赶紧快点过来，不要靠近他们，快！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！ 你看，全部涌过来了，快点过来。OK， 不要靠近好吗？哦，这个会跑了，不会跑，你看，我感觉好，刚才会跑了，但是问题是，他遇到了这个太阳了之后呢，他们整个全部人就弱了，就不会再跑了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出到外面去。如果遇见那些僵尸会跑的话呢，我们唯一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开枪马上击毙他就是了，不然的话呢，就要赶紧快点跑，不可以让这些僵尸全部涌进来，我们如果包围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就肯定完蛋了。奇怪，为什么那边会有人开枪？哇 ，OK， 那边有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人过来帮助我们吧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看完是先调查一下到底为什么这边会有红色的烟。快点过来，全部快点过来！哇，真的是，那边好像真的有一些武装分子嘞，他们身上穿着什么武装分子，好像跟他一模一样的，好像跟我那个军人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他们好像不是很友善的人吧？也不要紧，我们慢慢过去啊，小心。喂，你们干嘛？不要向他们开枪 ！Oh my god， 惨了！他们把那些军人全部给打死了，哇！这武装分子全部被他们打死了嘞。OK， 不要紧，那边还有很多很多僵尸涌过来了。但是你们看一下，这些僵尸很奇怪，他们好像靠近这些军士了之后呢，然后去刺他们的身体啊，哇，好可怕啊，这样子哟。OK， 不要紧，我们不要看这么多，这些用血腥的镜头真是太可怕了。你们这些肮脏的僵尸，我打你们，哇，一拳把我就马上昏了哦。哇，好棒哎！好了，我已经成功拿到他们的武器了。来，上车，我们赶紧离开这边，快！哇，不要让这些僵尸靠近我们，快点上车，走喽，赶紧离开这边了，不要再待在这一边，危险哦！很多这些僵尸已经跑过来了，哦，快点走 ，OK， 可以，哇，真的好棒哦！我们乘坐这辆车只是不需要修理这个引擎就可以乘坐了，哈哈。喂，请们看一下，前面那位是警察，哎，你们干嘛开枪射他？喂，他不好了吗？他跟我们有仇啊？难道他是真的不好的？不可能吧！喂，不要再开枪射他 ！Oh my god， 是警察了！哎，这我也是警察，你为什么射他？他
Oh my god, 你干嘛跑去射他啊？ Oh no! 哇，你们全部都开枪射僵尸啊！我不管了，我不开枪射僵尸，我为了省子弹，我只好用枪打他们会比较好一点。OK, 加油加油，你们可以做到，快点！哇，我一直打就是了。哦、OK, 不要紧，我拿出我的手枪，看我真的是没有子弹了，我真的是没有子弹了。来来，你们子弹，你们枪给我，你们枪给我，我给你们换一把枪，然后我要带你们离开这一边了。哇、哦，快点啦！我们坐在车里面，他们在车里面开枪，我完全都不怕了。哈哈哇，这种感觉真是很棒啊！喂，哎，怎么这边又有人话？哇哇哇哇哇！哎，怎么这边会有人开枪了嘞？哇，不会吧？我们怎么遇见了这么多这些仇人啊？他们全部向我开！哎，怎么你不要开？哎呦，他死了！哇，哎呦 ，My God！Oh no！ 他们全部是不好的吗？全部拿枪要射我的、啊？哦，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人，原来还有一些生存者在早上的时候会出来的，但是他们跟我是不友善的，所以他们拿枪射我们，他们都是不相信我们是好的，可能是互相利用或者是想要拿我们的武器，所以还在开枪射我们吧。所以呢，各位观众们，你们想一想，当世界变成了末日的时候呢，往往很多人呢都为了生存而变得很无情啊，所以呢，做人不可以这样啊，我们必须要有人性才行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市区另外一个地方了，但是这一边呢，我们可能要去寻找一些武器。我们再看看一下，到底四周围有没有一些武器啊？咦，怎么这边这么平静的？哇，很好哦，这个地方。喂喂哟、哦，我的天！哦 ，OK OK， 不好意思，撞倒了你们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有没有武器呢？哎，你们看一下。我已经到达这个 entering hostile zone 哦，前面有人放了红红色烟，我知道了，前面那边应该会有武器的，哎，很棒很棒很棒！你们看一下，他们已经在开枪射那些僵尸了，那些僵尸全部已经涌过去他们那边，要想办法咬他们了。我们让那些僵尸咬他们先吧，不用去理会他们，哈哈哈。完了，刚才我好像教这观众不可以拥有一个自私的心态，必须要有人性，但是我现在做了好像没有人性这样哎。Oh no， 惨了！哦吼吼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但是我为了要生存呐、啊，我为了要生存要拍影片给观众，所以大家希望你们不要生气哦。OK， 对不起啊。好了，等这么久之后，我相信那些僵尸应该是已经涌过去把他们给咬死了，所以我们是时候可以过下面拿，而且我们把这一个 weapon crate 给拿上来先。我担心等下 weapon crate 给人家偷就超高了。OK， 来，我们拿这个狙击枪过去那个地点去瞄一下，到底他们已经走了没？哦，看到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！哎，我打不到他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这一把狙击枪好像是没有办法把僵尸给打晕哦。OK。我看我是使用突击步枪会比较好一点吧。哇，这帮武装分子好像很强这样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多只僵尸，他们还是有办法能够把他们的僵尸给打倒的。不行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只好开枪把那些武装分子给打倒了。只有这样子的原因，我们才有办法能够拿到他们的武器。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，我必须要生存，所以抱歉啦，对不起啦，还有你，对不起啦。对不起，真的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人的，但是我知道你们。哎呀，你看一下，他们向我开枪啊 ！Oh no， 车子着火了！哦，车子着火了，应该是已经死到完了吧？我真的是死到完了，这么快，应该是他们被僵尸咬死的。我真的是，你看看僵尸看到他们就咬了。哎哎哎哎，不要让我打他，你干嘛射他？哎呀，我要显示我的这个技术嘛。哎呦，算了啦，没关系。OK， 这一把这个东西应该是他们的武器来的。来，我把他们武器先拿一下来。OK， 可以。这一个是所谓他们的 weapon crate。哇 ，found four weapons， 好棒好棒！我已经拿到了四把武器。哦哟，你看一下，还有武器好强哦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这把武器强强强，我喜欢呢。OK， 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这个北部这边，很快我们就可以到达那一个军事基地了啦。可以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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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牙齿这些僵尸干嘛全部跑过来了是不是？ OK， 你们的武器全部给我，我帮你们换一些，就是在车上也可以开枪，就比如说是手枪，所以我就给你这把手枪。然后那一位军人过来，军人军人，你就不要拿这把突击步枪了，这把突击步枪给我，我就给你这一把微型冲锋枪。 OK， 这一把呢你应该会很喜欢，在车上也可以开枪了，很棒。来 very good， 来上车上车快点。现在我在行驶的这一条路，如果直直往过去的话，应该就很快会到达军事基地，因为前面就是北部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观众们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很快到达这个军事基地的，我觉得。但是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一辆比较好的车辆，哎，你们看一下，这辆车子好像不需要修理，这个引擎也是可以驾驶的，哎，哇，真的哦，好棒。 OK 啦， very good 啦，这辆车会比较好，好过刚才那一辆，因为那一辆呢它是没有玻璃的，所以有点危险。
但是我好像感觉奇怪，为什么还会是打破那玻璃？哎，僵尸会跑进来的啊！你干嘛打破那玻璃？哎呦，真的是好笨啊！他们两个。OK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也是靠近北部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走下去，因为太多僵尸了。我们就不如把这些僵尸全部给打死，先再来打算吧。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些僵尸的身上呢拿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可能我们可以拿到一些更加多的修车包，还是一些武器啊之类的，子弹啊，对不对？ OK， 可以，哎，把我们全部给打死，记得神子弹，所以呢要射头就是了。哦吼吼，不要靠近我，你们这些僵尸全部不要靠近我，给我走开。 OK， 快点走。 OK， 全部一枪一枪射头。吼吼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，这真是太神子弹了。如果30粒子弹的话，总共可以把30只这个僵尸给打死啊！你们快点跑过来吧，我现在是做一个火瓶出来把那个车子给烧坏掉，等等我可以把那个车子给弄爆。来，小心！哎 ，OK， 着火了，着火了！等一下先啦、啊。哎呀，那个火好像不会燃烧到整片地，所以呢，那些僵尸还是一样可以跑过来。哦，快点，快点，跑过来，快点，快点远离那辆车，不要靠近那辆车了，我要把那辆车给弄爆了。哎，丢啊 ！OK。车子着火了，哇，好多僵尸突然间一下子身上着火了，好棒好棒，而且啊，车子要爆炸了，快点闪现，不要这么靠近他们，爆炸了，喂，真的爆了，哇 ，OK， 还是没有死很多僵尸哦，这样子不行耶，我们制作火瓶好像没用耶，算了，使用我这一招吧，我打。来呀，你们可以靠近我，快点！我打 ，OK， 一枪，用这突击步枪打他们，真的是很棒，全部被我打倒了，我的天啊！哦吼吼，那边还有一只没有穿衣服的僵尸 ，OK， 我用这把突击步枪打他，应该很快晕了。我干呀，晕了吗？还没有晕，他还会再站起来，是不是？来，把他给干掉，快点射他！对了啦，喂，快点！哎呀 ，OK， 连你也打他。OK， 一打马上他就晕了。呵呵，好了，我看我们先暂时在这边住一住吧。我看我们不要跑哪里去了，我现在我们已经感觉有点肚子饿了。我们可能可以在这一边休息一下，待会的时候再继续吧。哎，我们这些僵尸全部不要过来！哎呦，真是的，全部一直过来干嘛？等一下把他给射死。OK， 好了，不要再射他身上，没有用的。他们身上没有这么快死，只有头上，头一射头就死了。OK， 射头就死了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围起来，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安全些。OK， 好了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围起来了。因为这一些东西呢，全部都是我在这些僵尸身上呢拿到了这些物质上的东西，然后有办法能够制造成这样子的木啊，这样子的话就很有保护性了，还有僵尸也就比较难进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一边休息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待会再继续吧，继续行驶驾驶车子，直到去到我们的军事基地为止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，我睡了好像好久耶，这好像是第二天了是吗？咦，第二天了哦，等一下，诶，我的天啊，喂，俊仁你干嘛 ？Oh my god， 你自杀？喂，搞什么鬼？嘿，等下先，那位女子呢 ？Oh no， 那位女子已经不见了，惨了，诶，我的武器呢？我身上武器也不见了 ，Oh my god， 惨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等一下啊，这辆车子 ，Oh no， 搞什么鬼？哟，咦，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？惨了，等一下先，这辆车 ，Oh my god， 这辆车子也坏了。喂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到底是谁做的事 ？Oh my god， 观众们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请告诉我，惨了，这位军人 ，Oh my god， 为什么还会死掉了？惨了，我身上也没有武器，然后呢，这辆车子也坏了。那位女子也不见了，等一下，那位女子不见了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很有可能是那位女子做了事来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弄倒这个军人，看一下身上有没有一些武器可以拿的。我希望他身上会有一把武器啊。咦 ，resources plus one，
一个女生，哎呦，不是枪哎，我的天啊 ，Oh my god！ 咦，我好像很幸运哦，现在有办法能够制作一个修车包出来 ，Yes， 那么我应该可以修理一辆车子哦啦，好棒啊！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去，可以修理一辆车子哦，之后我们就有车子可以乘坐了，直接可以需要去军事基地了，好棒好棒 ，Yes，All right， 好了，成功修理好了 ，Let's go， 我们有辆车子直接可以去到军事基地了啦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是到底是不是那女子所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可疑哦，现在所有武器全部已经被拿到完了。Oh no！ 难道这件事情真的跟那女子有关？观众们，你们留言好不好？让我知道一下这件事情到底跟那女子有没有关系呢？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，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，记得点下订阅哦。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军士们，探索了每个角落，有看到 CK 吗？报告，没有啊。